你喺边度啊？我喺边？见唔见大会堂啊？我度好耐，每年都度啦，都变晒。同阿东神都相识差唔多有成40年嘅啦。咁佢都系咁样，即系朝头早我哋拍戏嘅时候咧，我都未见过一个导演咧，佢咁有热情嘅。每一次咧，你7点半通告咧，佢系7点半之前就喺度噶啦。其实佢一路对拍戏咧有一团火喺度嘅，咁同佢拍戏咧会觉得。 好興奮，因為永遠都有一啲美力喺個電影入面。永遠個角色入面咧，喺阿東神嘅心目中咧都係完美，但係亦都有瑕疵。以前你未出世嗰陣啊，呢度冚唪唥海嚟噶，大會堂都冇啊。今次係導演林嶺東邀請我演出嘅，佢3年前我提呢件事，佢一叫到我。 我即刻就應承，咁佢就係無線訓練班畢業嘅，出嚟之後咧就走咗導演電影導演嘅路線，咁我都好欣賞佢嘅技巧同埋佢嘅拍戲嘅內容，因為佢本身受過演員嘅訓練，咁佢好明白演員嘅心態，亦都解釋劇本解釋得好清楚，咁係大家合作得好開心。你阿爸中意游山玩水，整中意整啊？ 咁你就講講曬嗰啲對白，對咗先。我係因為拍呢套戲先識到林導，咁當然我好榮幸同埋好開心可以合作啦，同埋跟住學咗好多嘢啦。佢喺節奏上面同埋喺戲嘅質感上面的確拿捏得好好。雖然係短短唔係好長時間嘅拍攝，但係都已經學到嘢。一家人搭下時間埋一齊啊嘛嚇！Hey, very good, wonderful, 今次係算第一次正式參與爹哋個戲，雖然係10分鐘呢個短片，但係都算我正式第一次幫爹哋手。讀緊中學，暑假夏天嗰時候拍緊西片，會跟佢去外國探班。其實每一次見到阿 爹哋 喺度拍戲，好明顯睇得出佢有嗰個 passion 啦，係好入個戲。 都好開心，有呢個機會可以同爹哋一齊合作，又搞呢個短片，會變成一個好好嘅回憶咯。10年後睇翻呢段片，都應該會好好笑又好回憶咯。睇翻大家。OK， 3、2、1 ，OK。